他的话其实非常小，可是他那个里面的生命力非常强，每一个枝干都好像往外延伸到无止境这样子。所以他一个小话，小小的话就有大大的力量，包括他上面的阳光，那个是非常热情的，而且你感受到那种黄金阳光的温度。大家来到淡雨的寻光之路，在离开之后